而系影片附设口述影像及通达字幕。香港赛马会社区资助计划共融艺术计划。2013至16年度捐助机构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标志，赛马会共融艺术工房门外。玻璃望入去有唔同嘅人围圈，天花吊住好多扎染方巾，文字展能艺术培训。一个戴住劳工手套嘅人用机器磨木块嘅边，女导师用工具喺木板上雕刻，参加者观察。另一个参加者喺度批木，台面有个木公仔，文字提供艺术培训，丰富艺术才能。男导师踎喺台边同坐喺度嘅参加者对话，台面放满跳通咗嘅颜色纸，一个戴眼镜嘅女仔。唔同颜色嘅纸跳通图案搭起变成一本书，一班成年人围圈，企喺中间嘅两个人打招呼，高瘦嘅男仔左右狂摇，两行人侧身打开手臂行埋一齐扮眼睛。用流动手杖 ，Let's go。画面一转，有人弹琴，有人拉小提琴。参加者严永聪先生，好似争紧啲嘢咁啦，如果唔翻嚟嘅话。严永聪爸爸严泽信先生，佢识多咗朋友，社交发展方面有进展，知道合作的重要性。另一班人围圈坐地，用 pat pat 向后行，他们站起身排开向后转膊头。女导师在参加者身后抱住他的手做动作，参加者拎住蓝色的布跟导师跳舞。行行上去，好，快镜，参加者用手做圆圈，他们一个一个咁样加入，圈埋一起摆 pose， 跟住又逐个逐个咁样褪翻开。文字艺术不有，一个女士将红底金字嘅徽章贴喺工房，写住青春常驻。参加者用绳串起唔同嘅徽章吊高，小朋友嘅手仔将毛毛条贴喺黑色卡纸上面。文字主题式艺术创作，以艺术与国际交流。参加者喺大画上面贴皱纹胶纸，作品原来系渡海小轮，着校服嘅学生。文字开放工作室，参加者陈希贤女士、崔佩华女士。今次是我们第一次来工房参加 workshop， 我觉得整个气氛都很轻松愉快，都非常好玩的。老师很用心，各个学员都很友善，大家就算不识都会去沟通样，照顾不同需要的学员，然后即包括可能 有残疾人士的或者是健全人的，其实大家都可以很融合地在这里一起学一个技能咯。不同的人用木条夹住白色布浸水，有人在个煲里面留起集埋一嚿染成啡色的布。文字公众一同参与，以艺术推广共融。在一块白布前面，不同的人在定格。一个女仔扮开门的动作，她踎低拎起地上面的圆形灯扮揸车。戴黑色眼镜拎手杖的导师在观众前面讲嘢。一二三，黄山过马跃身。不同的人用手心和另一个人夹粉顶住一支竹仔，大家的手上下上下地动，又咬腰转身。工房外有人跳飞机，楼梯上参加者猜包剪揼。文字导师培训课程，参加者展示纸偶合照，金发导师低头创作的照片。文字海外导师分享展能艺术教学经验，启发新思维。不同的人和轮椅使用者围圈擘大口的照片。外籍男导师双手捏陶泥，参加者全神贯注的照片。在一片陶泥上面竖起大大小小的陶泥作品，有小柱体又有高塔，中间还有个太极符号。赛马会共融艺术工房门外走廊照片，赛马会共融艺术工房标志。主办香港赛马会社区资助计划共融艺术计划，捐助机构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，主办机构香港展能艺术会，通达伙伴赛马会艺术通达服务中心。全片完。